一餐会吃什么？我刚刚已经吃了，刚吃了水饺，鲜虾水饺。最怕痒的地方哦，我想想哦，全身都很怕。吃寿司会一口塞吗？吃寿司绝对一定要一口塞才行。感觉只要不知道是学科，我都蛮喜欢。我想一下哦，应该是表演艺术课吧，就是我们以前有个课是教大家演戏什么的。洗澡会先从哪个部位开始洗？我想想哦，我没有注意过，应该是头发吧。觉得要先把头发洗，然后润发乳放着这样。应该是头发。只剩下我一个人活着，然后第一件会做的事情，去东京巨蛋开个人演唱会。长颈鹿吧，感觉长那么高，就是看上面的世界很有趣。这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这好像也不能怎么办吧？就让那个喜欢的那个人选择吧，我不要做选择，对。啊，我知道应该会录音吧，因为就是这样就可以囤积超多作品，这样，就是等于一瞬间我产出了超多作品。应该还是会选一个吧，因为感觉就是五个人的话，就算旁边有人想要去救，难度也比较高，就是同时要救五个人。然后一个人的话，感觉在电影里面就是一个人，然后在火车轨道上被绑住，被解救的几率，或是那个后来他没有被撞到几率会比较高，所以应该会选一个。应该会选，就是二。八宝粥味的呕吐物还是呕吐物味的八宝粥？八宝粥味的呕吐物还是呕吐物味的八宝粥？
两个不是都一样吗？